直击金砖五国系由金银业贸易场行员金道贵金属冠名赞助。喺麵包山附近咧，都有一個著名市內嘅標誌嘅，依個就係咧 Gobago Banner 海灘。依度咧有成咧係4.5公里咁長，可能鏡頭咧都啱啱夠闊嘅啫。行勻曬成個海灘嘅時候咧，可能都要超過一個鐘頭嘅時間。好多巴西人咧選擇海灘度咧打排球啊、踢波啊、滑浪啊、游水啊咁樣消磨一日噶啦。巴西里約熱內盧港灣寬闊，沙灘延綿無盡。其中呈新月形嘅 Copacabana 海灘就係世界上最有名嘅海灘之一。呢度嘅碧海藍天，加上五顏六色嘅太陽傘同埋泳衣，就算係唔識游水，都可以喺沙灘上邊漫步，又或者係曬太陽，感受一下巴西熱情奔放嘅魅力。入夜之後 ，Copacabana 又有另外一番嘅景象。沙灘附近嘅夜市延續住日頭嘅熱情，一排排嘅排檔就好似香港嘅廟街一樣咁熱鬧。呢度售賣住各式各樣、色彩繽紛嘅手工紀念品，吸引咗唔少遊客嘅目光。大家就算唔買，都會睇下、欣賞一下呢啲工藝品，巧奪天工嘅手藝。如果想繼續感受一下夜晚嘅森巴熱情，就記得去附近嘅酒吧區。好多巴西人喺放工之後都好中意落嚟飲翻兩杯，又或者唱歌跳舞玩翻舊本，佢哋仲會好熱情咁樣預埋你玩埋一份嘅。直擊金磚五國係由金銀業貿易場行員金道貴金屬冠名贊助，主力贊助飛利浦、紫花油、易消達，合作夥伴香港貿易發展局、國泰航空、金怡假期。特別鳴謝巴西駐香港領事館。金銀業貿易場成立8周年，為咗促進實貨黃金嘅全面發展，貿易場設立咗香港貴金屬驗證中心，提供中立同埋專業嘅黃金化驗服務。驗證中心擁有先進嘅儀器同埋化驗設備，並且設有獨立嘅實驗室處理樣本同埋做化學化驗分析，為業界提供驗金服務。貿易場內嘅驗金中心可以為行內嘅金集團成員提供金條抽驗同埋化學測試服務，確保重量同埋成績都達到貿易場嘅標準。